身。青梅用来酿酒，你不许偷着朴素的衣裳，牵着那衣袖，见了小猫咪未藏够。周深发歌不仅多且质量高，很高兴遇见你仅在 QQ 音乐单一平台就连续多日收听人数突破100万。另外如大鱼起风了，这些发行已久的老歌每天稳定收听人数超过40到50万。为什么那么多人追着周深的歌听呢？因为好听呀，唱歌好听才是一个歌手安身立命的真正王道。站在你身边，只要勇敢一点，我拥有的美不会再输给时间。这一周又将迎来周深的众多好消息。11月剩下的10天，周深至少有5个舞台，粉丝又忙不过来了。最近周深的物料有点多，大概统计一下，生米们不要错过哦。首先是11月22号10点，又有周深的另外一首新歌降生了。和杨迪双胞胎组合再次一起上综艺，真是期待满满呐、啊！中国动画100周年，我们在嗨六动画展等你。这里有回忆满满的经典动画，带来趣味新挑战。加油！加油！加油！哇，他好像哪吒本扎呀！是我儿子哪吒。哪吒，你现在好邋遢呀！最后迪士尼100周年纪念组曲《奇异乐章》将在11月28号登陆各大音乐平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很高兴这次为迪士尼动画电影嘉年华演唱了《奇异乐章》，迪士尼动画挚爱组曲。我和好朋友们也想邀请同样喜欢迪士尼的你一起走进迪士尼皮克斯的奇妙动画世界，一起了解我们最爱的故事和角色背后有什么好听好玩好吃的创意故事。12月3日锁定迪士尼影业微信视频号，我们线上不见不散，听说还会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哦。这多少有点像假唱了，怎么会有人一开口稳定的像在假唱啊。好，来3、2、1走。已发布先行版 MV《意犹在》的完整版，将在11月26号之前随时。
我比较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玩安琪拉比较多，安琪拉，对对对，但这次在云中赛年的英雄当中啊，我看到了桑启的故事啊，他永远就是带着治愈和希望，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永远爱护着守护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嗯，哦对了啊，桑启的新皮肤麻烦安排一下呀。啊，对，我也玩桑启。是吧？变强是所有事，即使站在离荣耀最近的舞台，但谁都没有万全的把握。对的，而且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我们只有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的加油，我们就一定可以迎来属于我们的高光时刻。是的，但是现在的高光时刻，我想一定是属于屏幕前的大家的。没错，我们又要，我们通过王者荣耀也听到了国乐之美，感受到了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彰显新国风的破界之力和海纳百川之美。总有人问，出发是为了什么？和王者荣耀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出发，那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当我们每一次发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的旅程是如此无尽和美好，所以我们只需要勇往无前，不需要答案。来，高兴遇见你，星河流转，转瞬七载，我们一同度过的分分秒秒化成了生命这首歌中最特别的旋律。幸而相遇，我们彼此相依相伴。